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的宣传，以及告诉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说，叶问三非看不可的理由有哪些？来，一分钟，慢慢讲，你敢有敢？叶问三非看不可，是我们算是五年磨一剑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五年的所有人的努力的心血，也是我们沉淀了这么多年。拿出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的结果来给大家看，而且真的我觉得从武打方面子丹是真的太棒了，打得太漂亮了，还有拳王泰森也非常的棒，还有张晋也非常的帅气打的，然后还有熊黛林演的也很不错，好棒，最棒就是你了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如果可以再继续拍下去的话，那希望我还有其他角色可以做吧。前传。对，然后需要大家多多的支持，给我们鼓励，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去拍更多更好的电影给大家看。是，热情掌声，谢谢我们的叶太太熊黛林小姐。谢谢。最后有个仪式，来请送上哦。还有一个小仪式就是呢，我们片中这个一针一线都非常的重要，传递出叶问三伟大女性的动人情怀。然后呢，完全传递出叶问三当中伟大女性的动人情怀。叶问三全台现正热映中，我们往5亿票房迈进。穿过了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左边。是需要站起来吗？好，那我们坐着好了，坐着可以了哈。好，拿下来吗？好，看左手边。这一针一线呢，串几个电视的布画哦，非常的动人的女性情怀，就在我们的叶问三当中，除了有好看的武打之外，还有非常动人的女性的情感，千万不要错过，告诉你的姐姐妹妹的朋友们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拍完照之后呢，正式进行的就是电子联访的时间，那我们直接请电子媒体朋友们在这个舞台前。